how's that joint? This is a 这个卷的是 萝卜咸菜 还有青辣椒 这么烫啊 我都压半天了 我还要一下 让一下 晾一小会儿，顺便把签子撤下来。想吃硬一点的，酥脆一点，多烤一会儿。 像丽姐一样不喜欢吃脆的，少烤一会儿。它还冒着热气呢，你们能看清吗？ 卷的是依依爸特别爱吃的那个萝卜丝咸菜，烤的时候外边涂了一层蒜蓉辣酱。